又到了年度结算的时候了，艺人谁赚的最多呢？双 J 周杰伦和蔡依林分手之后缠斗多年，今年蔡依林是以6.5亿扳倒他，坐上了冠军宝座。那么周董是以5亿9800万屈居亚军，还是称霸男歌手。三到五名依序是小猪罗志祥、王力宏和萧亚轩，前五名都破了4亿元，可见歌手的印钞实力非常惊人。